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勇。这一次呢，主要是明天星期五，我做工的公司举办一个线上的annual dinner， 有要求说就要我们在家里面打扮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到了三味 Willow City 的大众书局，然后呢，就想要买一些材料回家做一些摆设之类的，顺便也给自己来做一个面具。因此呢，预算就20块钱。好，OK， 那么经过了昨天去大众书局采购了过后，发现了一个很奇迹的东西，那竟然就是买起来的材料总和起来竟然刚刚好20块钱。看看一下自己买了什么东西，亮晶晶的卡片，这三种颜色的纱布，这两卷颜色纸，剪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要做的事情就是布置背景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面罩，可能就是做到鼻子这边罢了。在上面呢，就可能加一点一些东西，然后呢，再这样子套上去。顺带一提，去年的主题是西边，很多人都穿了很符合西边的服装，而我呢就做了这个仙人掌。这个圈圈呢不用怀疑，就是套在头上的这个圈圈了。面具已经做好了，背景也做好了，还变成这样了。我说这个有点难看哦。呀，结束了呢！一年一度的 annual dinner， 想不到竟然是在线上，而且是在自己的家里。透过这个面具拿到了奖品，享受的已经享受过了。那么现在就拆下来吧。